拜拜，谢谢。好啦，落機，唞咗半日，好似好啲，精神好似好啲，把聲好啲，起碼開到聲。咁我哋而家先去抽獎，跟住去買 SIM 卡睇匯率，我錢就換咗啊！我哋今日去食牛肉麵，夜市。七年，足足有七年，好冻喎！佢啲冷气，足足有七年冇嚟过。我哋一过到嚟，有啲冻添。不过出面都系太阳，好猛烈。入境檢查，冇啊！冇蝦，冇香腸，冇肉乾，冇肉。準時喎。14:15就到。平時去日本真係坐到攰嘅，大佬。好似乾淨咗，靚仔咗，好耐冇嚟，都有一段時間冇嚟，成七年冇嚟過。好啲啦，出咗頭先嗰個位冇咁凍。抽金獎，換呢個換 SIM 卡 ，SIM 卡咧就300蚊台幣五日，咁你去香港買，咁你唔使落地嘥時間。唔係爭好多嘅，爭10蚊、8蚊嘅嘢。咁但係用台灣卡咧，就會無限上網；香港卡咧就有問題咧，就係有限速嘅。啊！精神尚好，我哋而家搭呢個機場捷運站出去，但係機場捷運站喺邊嚟？已經機場捷運站觀光工廠整鳳梨酥嗰啲，係我整唔少。台灣有個好處就係近，近得嚟咧。嗰、那個食嘢嗰個價錢平嗱，免税櫃台星行昌呢間冇變啦，不過呢個位置通常都冇乜人，咁我哋咧就。坐前排唔使爭，早上機早落機。台灣坐的士咧，啲服務又好，所以咧，我打算如果有咩醫鬱咧，我就坐的士嘅。
一路向前行。消毒 UV， 嗰啲嚟台灣嘅飛機仲係未恢復，但係感覺上已經多翻好多遊客。落機嘅話，咁我哋行到嚟呢度，旅客檢疫。台酒哦，呢度咧就有嗰啲現鈔兑換機，係啦，現鈔兑換機、台幣提款機。誒，佢呢度有啦，台灣之星嘅卡、中華電信嘅卡，喺度買咗先，出到去唔使排。是不是不用排？不用排，先買先。中華電信不用排，買了先。沒有，當然是問你拿啦。好。好。哦。好。250喎，這個台灣之星。台灣之星五日。就因为的护照还有登记证件，我们讲 passport boarding pass。好，香港护照吗？对，来这里一二还有三，签名，帮我写中文名郑凯。好，郑凯。这里是郑凯，这里。好，郑凯的中文名，谢谢。对，是。那手机等一下拿出来帮你装卡片喽。好。台灣之星，我比較正見咯。刷卡的，所以卡片就不帮你拿起来了。好，来，密码帮我解一下。那电话号码是这个喽。哦，对。帮你。你插住一个。可以用咯，谢谢。哦、可以，我记得原本的卡片是帮你关掉了哈。哦，关掉，就不用另外些。已经好了。哦，你直接上网了，可以用了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隔篱啊，隔篱啊，你买一张中华电信咯。系啊。分开买啦 ，B 啦都系，诶 ，B 的一张，科技的，护照是哪里的？香港。护照跟香港身份证借一下。哦，好。飞机，呢个300。要帮你换吗？要。我弄。帮我签个名，然后写你中文名字、出生年月，然后这边再签名写护照号。哦，你签完签完，你用你个护照吗？
有呢個五支中華甜餸，五百、七百、八百，係嘛？七支加呢個無限上網。科資就五日三百，七日都是五百。呢個中華電信啦，半年就4000台，無限。咁呢個櫃台咧就最平嗰張咧就係250台灣之星，3日或者5日，最多5G咧就係7日700。科資就30日，950台幣。中華電信就貴少少，中華電信咧就3日500，五 G 嘅話就7日就800。科資咧3日同5日都係300，只係嗰個電話費唔同。7日500，10日500，15日700，30日1000，90日2200，180日4000。OK。難得，這個月餅不可以有肉鬆，不可以有蛋。诶、欸，台证台咩证啊？就咁检查啫嘛。好，你出面呢度都有呢啲中华电信嘅柜台，咁啊清楚明易明，我去影一张先，系啦。3至180日，咁都可以喺呢度買嘅。咁我哋應該係冇帶任何食品入境，我哋應該係冇問題嘅。我哋連手信都冇買嘅，咁應該好順利出境。咁啊 ，SIM 卡咧就一張係300，一張就250，係啦。咁我哋而家等緊行李。台灣的機場始終都仲係同以前一樣咯，冇乜點變咯。你啲行李帶都有啲老化跡象，都帶都 keep 得好新淨。2號。得一隻啫嘛，我哋係咯。有了有了，是吧？兆豐銀行，你望下先啦，我去認一認。前面就仲有啲兑換錢嘅，換錢嘅。
咁呢啲換錢咧就換錢港幣有冇啊？加拿大英磅、越南好似冇港幣，有港幣3.92。咁出面換咧就換，出面換就4蚊咯。咁呢度3.92。3.92，咁就換錢咧，最好都係香港換，換埋就唔使煩，你唔使落到嚟再換，同埋唔使排。咁佢呢度收手續費，個匯價係3.92，咁即係你換1000蚊嘅話咧，就爭咗3920，係嘛？392啊嘛，係咯。咁香港就換4000咁樣咯，係咪爭好多就自己決定啦。咁你一定唔會換1000蚊咁少噶啦。你換10000嘅話，嗰、那個就加多個零，咁就爭幾百蚊嘅咯。咁就煙酒全部我哋乜都冇帶，我哋淨係10萬台幣上限。我哋又睇下呢間係咩啊？台灣銀行，台灣銀行3點。係咯，可能抽個獎唔使抽咁多。3.93啊！喺香港換4。好了，走得。嗱，嗰啲咩 KK Day 啊、K 碌嗰啲團就喺呢邊嘅。嗰咩油金福喺呢邊，油金福喺呢邊。油金咩油台灣金福氣，即係嗰個抽5000蚊嗰個。那個櫃台就喺呢度，係啦，喺個 iPad 嗰度抽，咁而家就冇乜人嘅，咁我哋攝埋入去抽先，睇下中唔中，係啦，我抽先，你抽後，係啦，嗱呢度啊，係啊，嗰、那個 QR， 抽咗呢個最重要嘅先。啊！隔離就係遊客服務中心。好啦，我哋抽一抽個獎先，開翻你登記嗰個 email 出嚟。啊！哎！哦，好。哎呀，唔中，抽我俾佢，失敗。呢個，中，哎，中喎，哇，中，哇，中，勁。冇咯，咪中咯，拎你个 email 去换咯。咁啊，我哋两个人有一个中咗5000，咁出到嚟咧呢度有台湾大哥大啦，台湾大哥大嘅预付卡、远传嘅电话卡。同埋中華電信嘅電話卡，
系啦。咁啊，我哋影一影，摄埋去，都系300元起，跟住就5-500。咁你預翻都係最平嘅卡，嗱我250啦，我完全250，250嘅話除4，即係60元到。咁如果你300咧，就70元多啲，係啦。咁其實香港買咧就嗰啲卡會平啲，但係佢唔係無限。你嚟到呢度咧，就係用翻台灣啲網絡咧，就快啲嘅。哇，都幾多人中喎！唔中喎、啊！哎呀，真係兩個都唔中啊，咁慘情。咁我哋換咗嗰、那個，咁啊真係中咗兩個，有一個中正常嘅機率嚟嘅，咁當然。冇好難會有兩個中，因為佢而家最多嗰次啲人都係三個中一個，兩個中一個。頭先隔離區4-5個一團都一個中㗎，好勁㗎啦！好啦，走啦，咁啊，捷運高鐵喺呢邊。咁啊，出咗嚟噶啦，我哋而家就向前行。好啦，咁啊中咗5000，基本上就買手信就唔撚使錢噶啦。我哋買手信食飯都唔撚使錢噶啦。我哋係啦，我哋其實我就預咗會中一張，即係最少中一張嘅，合乎情理啦。咁嗱，中一張即係有5000，有5000就即係唔撚使錢食飯嘅，係啦，係啦。即係你去便利店買嘢飲啊，去便利店買嘢食，即係完全唔需要用錢咯，係咯。即係你搭卡搭車啊，交通嘟咁樣又唔使錢，係啦。咁但係都要出去買多一張嘅，因為我舊嗰啲全部擺曬屋企。啊，呢度可以租車。冇啦，你睇下便利店執曬，啲餐廳都執曬。始終人唔夠多，同埋開關開得太遲，大兩把錢。Go， 你張卡咧？你張卡擺咗喺邊啊？袋住咯。嗱，呢度有嗰啲櫃員機啊，嗰類嘢，你，水就25元支，茶又25元。我哋要去換。換嘢，唉，多事啊你！嗱，隔離呢度咧有啲手信，咁你一個手信都講緊肉鬆都係100-200台，你又唔會食得多嘅，講真，食係搬噶啦，佢仲要逼你一定要洗曬，佢唔可以俾你下次嚟洗，我話下次洗唔得。系咯，我俾5000元你，逼你洗捻晒。咁你
你去超市嗰啲搬貨用咩易啊？睇下先，捷運，捷運就應該呢邊。咁呢度都係啦，都係有買上網卡。咁其實基本上邊度都有買，都係一樣價錢。咁我哋而家呢邊就去坐嗰、那個啊，唔係，仲要換 K 碌嗰個嘢，換 K 碌嗰個搭車。俾五千，俾五千你，首先包你搭車，等你搭完車之後咧，就再包你消費。即基本上係唔撚使食，唔撚使用錢，五千台幣。呢啲啱啱日本翻嚟嘅喎，係咪呢度啊？退税機，自動退税機。中兩張就要超級好運，中一張就係即係合乎情理，兩張都唔中就就認命，係啦。呢邊是登機口，那個捷運前面我都好耐冇嚟過，唔知兩本嘢都喺你度啊嘛，係咯，望到眼。咁啊，桃園機場捷運就喺呢度啦。呢度攞攞咯。可以搭 lift， 搭 lift 會好過搭電梯。這個電梯有點慢。下面這個就 food court。這裡就有美食廣場。手信鋪通常都是新東陽，23點是尾班車，11:27是尾班車，即是夜晚。搭呢會好啲啦，嗱，下次大家咧就搭呢會快啲嘅，搭電梯就麻麻地。A12 这个站叫 A12， 即是机场站。啊，这里啊，哎，见到了，去换飞线。这里。二網飛，係，哇！Two one way ticket, right? 係。
一码九八九。你看，我会小声吗？当然，我觉得你会。Thank you。佢呢个咧就系、是、有个呢、这个就系送凤梨酥嗰个 Q 优惠券。嗱，你喺 Klook 订咗之后咧，咁佢就会咁样咯。有两个嗰啲投币，这个、呢个咧就系嗰啲 Dot 嘅，应该冇记错系 Dot 嘅。跟住咧就当系单程飞，咁呢揸住呢张嘢咧就可以拎去换嗰、那个。紅櫻花的鳳梨酥，咁啊叫佢賺咗兩個鳳梨酥咁解嘅啫。係啊。咁我哋，我哋而家喺，嗱，如果唔係你買飛喺呢度買，咁買飛幾錢咧？等我睇一睇。嗱，如果嗱我哋一 T 一啦，嗱我哋要出去台灣。台北車站咧就160台，即係40蚊，即係本身要80蚊每個人，仲要冇嘢送。咁而家你喺 Klook 嗰度買咧，買完係60幾蚊，即係平咗，平咗錢平咗10幾蚊之餘，你仲賺咗鳳梨酥。咁我覺得 OK 嘅呢個，嗱揸先。好 ，Go Go， 嘟，佢應該係嘟嘅感應嘅，係咯，係嘛感應。是啦，感應幣嚟嘅。等上車，個月台好細嘅啫喎。係啊，呢度咯，呢度咯，擺住先。咁啊，嚟到呢度就等幾耐啊？幾分鐘一班咯。呢度冷氣就差啲。入車，冇位，冇位。哇！到啊，我哋上咗車。